享。好舒服哦，睡得真香。你知道现在没什么，我就想跟你讲，你看我。对啊，如果你还跟以前一样，现在还在淋雨呢。不过呢，你也睡得太自在了吧？还伸懒腰，整个在跟我炫耀，好想补给他，不过舍不得。你看他这个水箱，完全放松状态。这时候把抱起来，他也不会发现吧？我刚刚有试着帮他指甲，但是我还没有剪，他就咬我。我自己的手可以超过这么长，一个应该就要做到天亮了吧？啊，一个吗？因为这样啊，爸爸跟姐姐合力帮你完成了、哦。你说什么啊？因为他平常不都喜欢在这边抓吗？抓下来的话会产生血血，他会把它吃下去的话对身体会有害。我们在上面装满麻绳。麻绳？没错。你看我是猫咪。可以请你离开马鲁吗？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连关到一起关起来啊、哦。好花钱。找一下绳头。我们做一个巨大的猫抓板给他抓。啊，他这个不会抓吗？我们现在要坐在这个上面。对啊。看他会不会抓。但是，可是这里都是被他引抓的吗？对啊，要把它抓成这样子。我先把它给夹住。啊。然后呢，就可以开始绕了。你要飞的带的乖。你现在在弹琴吗？对对。板子可能太大了啦，因为这样子要卸更没办法，就是固定啊。等一下哦，咪咪要先吃药。咪咪要吃药了，打开嘴巴。啊，哎，好棒，好棒啊，乖。哈哈哈哈哈！做假动作呢？你是魔术师吗？啊，棒！嗯，好棒，好棒，真乖，好笑。越来越帅了，咪咪。可惜不能让你用。来，罗，我们继续吧。做不到三分之一。耶！好鱼啊！努力。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跟我下面叫爸爸吧。哎呦，鼻子也舒服。腰酸背痛，你呢？我不会，因为我都是我在出力的嘛，那么你不会。你们掉不下去谢谢你们。宝子，大哥，还有人帮助我，他要开始工作了，好吧？接他的工作呢，是要帮你们把客厅给整理好。努力一下。不可以抓小鸡，不抓小鸡会有罪孽，是下机会。
米米甲在家里不久，他很努力的在适应环境。是太饿了吧？我饿不着。只是不习惯在人前表达，但我们为他做的事，米米甲都看在眼里。相信总有一天，他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。希望他喜欢这个新家。米米甲，你终于认同爸爸了，爸爸好开心哦。不过爸爸有点尿急。